二十八里啦，算了算了，先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装备讲完好了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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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怪兽了。这些官有跟你们讲了嘛？哈，甘夫人。那接着讲沙姐好了。来看一下三姐长怎么样啊？三姐在哪里啊？哎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可以看到那个介绍。好，然后再来我们会扫荡一下就结束啊。目前主要也是主线的推进啦。橙色宝物欸，真的假的？Yes。嗯，好，就这样。